好了，要吞下去啊！要咬，要咬，要吞下去哦，爸。怎么每个人吃的都要看陈哥一眼？可能脸都长得苦，你们干嘛？情难言之王，我们首先登场。请问我们吃的是什么？一个是好吃的咖喱饭，哦，一个是黄连，好啊，然后两个非常苦的咖喱饭。你要先看谁吃？你们觉得呢？陈哥。我啊，对，来一个基准，来个基准，那看没，因为它全部都一样，全部都一样，都一样，都一样。妈，我走了。你快回来吧。去哪里？哇，这个表情真的是，是不是太快做反应？有苦说不出的感觉哦。你们是会一点点还是加很多？加很多，我会加很多，没有再客气的，没有再客气的。吃完了哈，下一个我们要看哪位？郑元畅。好，喜翔哥压轴，帅气。什么意思？你是吃到酸梅的小宋？哎，有像哎。哦，有像吃到酸梅感觉。你还这样给我舔，你还这样舔，好，喜翔哥。哇，只有一个是正常的伙伴。爸爸吃，爸爸吃。哎，因为要认真看哦，这个是正常的哦。好了，要吞下去啊！要咬哦，要咬，要吞下去哦，爸。怎么每个人吃的都要看陈哥一眼？可能脸都长得苦，你们干嘛？你们根本看不出来。你们觉得谁吃到正常的？我是猜晨晨哥。好，我猜爸爸哎，因为他吃他那个苦的反应来得太快了。苦的舌头在哪里？是在后面。后面。那他才刚含进去就，哎呦！哎呦！然后有可能他舌头比较短呢。检查。他不是舌头短，他头发也短。对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们加很多很多的话，爸爸的苦来得比较晚，还是爸爸能吃苦？爸爸是硬汉，爸爸是硬汉的，翔哥是硬汉，所以他对啊，请决定，请给答案。喂，怎么会是我决定？你们来决定了，来者是客啊！好，我们要决定，我们要决定，选一个，选一个，选一个，康仁，听你的，听你的，陈哥，陈哥，猜陈哥好，我们剪刀石头布，输的出去吃。要证明他是不是我们剪刀石头布，还要自相残杀？我们要有一个验证，要拍一个嘛，要有一个验证，要拍一个证实啊！这什么节目啊？输的出去吃哦，剪刀石头布，哎，剪刀石头布，哎，何雪晴，老天爷啊！好大一口。如何味道？厉害，吴康仁这个怀疑的真的是。我们猜错了哎！我在这还演苦对不对？你都猜错了，猜错了。好，恭喜恭喜恭喜！下一个人是谁？你们觉得是谁？许翔哥吗？还是小众？嗯，那你们谁要出来试吃？你吗？而且我哥哥呢？我哥哥呢？我哥哥呢？林嘉欣第一次来节目哦，第一次来节目，第一次来型男，对对对，第一次来型男哦，对对对对，要多，哎，真的，爸爸啦，我就哇，爸爸啊，林嘉欣讲对了，哎呀，真的是太可惜了，谁叫你？哎呦，我都没吃到，好啦，你这个赢了。